个翻斗，哪个才是我的呢？这个翻斗车，拿来拿来，这个呀是我的小翻斗，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的翻斗车呀？拿来拿来，这个呀是我的啊，那这个呀就是我的了。哎呀，他们都有翻斗，小鬼呀快点下去，妈妈呀也找一个翻斗。哎，别动别动，这个是我的翻斗。哎，别动别动，这个呀是我的翻斗。哎，这还有一个大大的好能装，别动别动，这个呀是我的翻斗。一个翻斗都不是我的，想要翻斗来，这些小汽车呀都给你吧。我可不要了。今天我来打针啦，先给猪爸爸打一针。我跑。再给猪妈妈打一针。我逃跑。再给猪爷爷打一针。我逃跑。啊，儿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钙片。这不是钙片，这是药。妈妈生病了，妈妈得吃药。真苦啊，你吃不吃？苦不苦？苦啊。这是谁的袜子？啊，是我的。这是谁的鸡蛋？我的是我的。这是谁的蛋糕？我的我的是我的。那这又是谁的？谁也别抢，是我的。哎呀妈呀，太扎人。老板，这里卖挖掘机吗？不卖，我这里卖好吃的。哦。这是谁的西瓜？我的我的，好甜好甜。这是谁的苦瓜？爸爸的爸爸的，好苦好苦。这是谁的葡萄？我的我的，好酸好酸。这是谁的辣椒？这是爸爸的，好辣好辣。弟弟，火车来了，我们准备上车。站住，别跑，大家注意了，有小偷。哎呀，这个人真没礼貌。天天七七，你们没事吧？有小偷上车了。警察叔叔，我们没事，你赶紧去抓小偷。我变成小灰灰，这样他们就抓不到我了。小灰灰，你看到有小偷跑过去了吗？他往前面去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吓死我了，给我吓尿裤子了。你是谁？怎么变成我的样子？我是小偷。不对，我不是小偷，我是小灰灰。快来人抓小偷，小偷在这里。给我老实点，快走。我也要上这边试试。不好，我开车撞到了一只小猪，趁着没人赶紧跑吧。乔治，你躺在马路上干什么呢？这里很危险，赶紧起来。佩奇，我被僵尸开车撞倒了，动不了了，你赶紧打120来救我。喂，120吗？僵尸开车把我弟弟撞倒了，你们快来救救他。乔治，120马上就到，你坚持一下。小朋友，我先带你弟弟去医院，你赶快回家，让你爸爸妈妈去报警抓住可恶的僵尸。好的，医生叔叔，我马上就去。将士们，我承诺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所付出的一切血汗都能够得到回报。说三千腰三千脖子扭扭屁股扭扭，哎，今天我要去参加同学聚会，我还是穿小猪的衣服吧，这样显得年轻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哪？小朋友们眼睛里，我想当大人，今天我要穿妈妈的衣服，妈妈的大肚子。大呼小动物呀，凭什么星星三倍斗呀？哼，平时大家都说我长得丑，今天我要穿佩奇的衣服，是不是漂亮多了呀？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我的衣服不见了，姐姐的也不见了，妈妈的也没有了，可是我不想穿爸爸的，太丑了。仔仔，这个东西不能买，这个也不能买。我要吃我要吃。小孩子叫不能吃垃圾食品。走，妈妈带你们去买玩具。耶、yeah, 太好了。来，给姐姐一个熊大，给弟弟一个光头强。哦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妈妈。小猪一家赶快出来洗澡喽。嗨，我是乔治。嗨，我也是乔治。嗨，我是佩奇。嗨，我也是佩奇。嗨，我才是佩奇。嗨，我是猪妈妈。嗨，我也是猪妈妈。
嗨，我才是猪妈妈。嗨，我是猪爸爸。嗨，我也是猪爸爸。嗨，我才是猪爸爸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怎么来了这么多头猪？